各位民进火拍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一七年，呃，十一月二十七号晚上八点钟啊，这是美东时间啊，北京时间呢是十一月二十八号啊、呃、早上啊九、呃、点钟啊、哦，现在是九点半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呃档期啊比较紧啊，时间呢稍微往后推迟了一下啊，我们民进火拍实时评测栏目呢、呃，又给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呢，家军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扎针、烧人、驱逐，这是哪门子高端行为？那么我们呢，先来个小引子啊，想必大家都还记得，没有多久以前啊，有一位那个讲话有点中气十足的。 一个大国领导人曾经说过：“我、哦、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哎呀，我们看到有网友就评论说：“一个什么困难群众的制造者说了，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后面呢，还加上了三个字，加一个感叹号。这三个字，呃，怎么说呢？啊、呃，我是引用啊。 哎，叫做不要脸，no face，还有加了一个感叹号啊。呃，话说呢，这个这位大国领袖牵挂困难群众，在刚刚完成所谓的权力交接的中共十九大，那么这位领袖又说了，我们要最近几年啊几年啊，消灭困难群众。 哎，人们就想了，最近几年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方略，有什么样的策略，有什么样的能耐，就消灭困难群众。果然，十九大结束以后没有多久，啊，人们终于看到了这个大国领袖，他要使困难群众脱贫啊，不能叫致富哈，就是摆脱困难群众、消除困难群众的一个方法，终于出来了。 是什么呢？就是把困难群众赶跑，眼不见为净。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让我感到无比的痛心。有人说是怎么回事啊？有人提到呢，这可能是这个，啊，习近平先生的怎么说呢？ 你叫宗室密友也好，叫宗室部下也好，叫什么宗祠，什么走，什么也好，走什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是蔡奇先生他捣的鬼啊！这个蔡先生呢，他跨越，我们导播已经贴出来了，说习近平先生不愧为英明领袖。英明在什么地方？说消灭困难群众。 他就有办法消灭困难群众。我在网网上看了看，有网友特别能这个翻旧账，翻了翻说，那个蔡奇先生跟那个习近平先生，他们年轻的时候也都曾经是困难群众，当过知青，被驱逐出城市。那么，因此也就有网友分析。 他们早期造成的这种心理迫害，或者叫心理上被迫害，现在等他们长了圈以后，终于得到了心理的反馈。早期我不是被人驱逐吗？他当时做知青，对不对？有多少知青被人驱逐，又有多少知青他们想着回家？ 还要到北京去告御状，回不成家，又有多少知青的子女，在插地落户的这个在插地的地方的一些这个子女，他们永远的留在这个知青所谓落地这个生根的地方，造成了多少伤害？蔡奇先生和习先生早期也曾为知青，曾经当过知青，他们早期也是被人。 驱逐出城市的低端人士。现在好了，他终于抓住一个机会了，要报复。早期受到的一些影响，一些消极的心理暗示怎么办？现在要发泄出去，要将所谓的低端人口驱逐出北京。当然，最近一些。 几天，大家看一看，除了这个驱逐低端人口，还有包括什么扎针、烧人等等啊，这些是不是都可以被视为所谓的高端行为呢？哎，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高端，什么是低端。一般来说，这个高端它的解释性的什么，说不管是在这个等级上、档次上，还是在价位上，同类当中比较高的，就是叫什么？ 叫 high，比较 high 一些，是不是、啊？那么低端网友叫什么 low？你太 low 了，比较 low 的一些。那么高端人士是应当干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一个高端人士，上者积德行善，救世济贫，至少你也应当有教养。他的底线是不干。 坏事。那么，什么是低端人士啊？反之，简单的说，低端人士就是那些什么杀人越货、作恶多端的一些人。哎，有人说这个扎针啊，有一些那个什么红蓝黄的幼儿园给孩子扎针，还得到了领导的重视。 大家看，孟建柱视察这个红蓝黄，说：“你们太有创意了！这个红蓝黄的创意从何而来？”哎，我一两天以前看到，这个有一位著名的学者，他认真研究了那个中国警察，就是公安所用的那个警徽啊，这个警徽的颜色恰巧是红蓝黄。 而孟建柱先生又是公安一哥，那么他到这个红蓝黄视察啊，有没有跟他有关系？当然，这个网友众说纷纭。但至少我觉着，红蓝黄这种山色勾起了中国这位公安系统最高的高官的一种回忆，那就是说警徽的回忆。他说：“你们太有创意了，怎么样把这个警察？” 所使用的颜色，给这个幼儿园所使用的颜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呢。那这与他们那个公司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呢、啊，网友啊正在积极的收集一些资料。那么这一次除了扎针之外，出现了这个烧人啊，就是十一月十八号啊，这个北京大兴区啊，在这个聚福园公寓。 出现了这个大火，结果呢，烧死了这个十九个人，啊，烧死十九人，哎呀，怎么说呢？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的像素之学，你不是要庆祝十九大吗？你看这个数字，我们曾经讲到过。可悲的是，这一次死的就是十九个人，哎更可悲的是里面。 还包含八名儿童，儿童不光扎针，不光被叔叔阿姨们教着赤裸裸的有什么活塞运动，还要葬身火海。这不是内地的儿童第一次葬身火海了。这是十八号，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十一月十号。 北京就出现了火灾，那么出现了火灾呢？当时是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啊，这个习近平先生呢，就对这个事情非常恼火，啊，曾经问他的这个忠实的部下蔡奇先生，啊、哎，意思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个在这个时候给我丢脸、啊？弄得蔡先生呢，感到心里非常难过。 啊，那于是没有多久啊，他就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想到要清理所谓的所谓的要清理低端人口，要取缔低端人口。那么这一股清理低端人口的风啊，引起了海内外人士有识之士的。 一致批评他的这种清理，有人说像法西斯的党卫军，还有人说连党卫军也不如。中国有很多这个知识分子、有知识之士联名上书，哎，又是联名上书。虽然所谓的党中央、国务院。 全国人大两高对这个知识分子，尤其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的联名上书，并不怎么待见。但毕竟他们已经做出了非常难得的可贵的选择，要求北京要保障底层公民的。哎呀，我觉得这个上书公民，哎呀，人民实际上是草民，或者是在他们口中讲什么低端人口。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人民还好听一点，公民更好听。人口，你想的是人口，我们就立刻联想到什么？对，联想到牲口，一点也不假。所以这个用词啊，它实际上是对人格与尊严的极大的践踏，更别提什么这个人权了、啊。当然。 有人说，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这些上书，实际上是一场与虎谋皮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样谋，毕竟还是谋了，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那远比很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 骂人民的娘要强很多很多。据说这一次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要清。我今天看到的一一个数据是三百二十八万，三百多万。大家想一想，这个三百二十八万是个什么概念、啊？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据说要保留在好像是两千三百万，这个三百多万。 就是要超过十分之一，我们可以掰着你的两个手的手指头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就是说，每不到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称为是低端人口。那么有人说，到底什么样的人口是低端人口？啊？ 难道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低收入、低学历等等，就是低端人口了？我们看，有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北大的，不得了。一提起北大，提起清华，吓死人。那是出什么的地方？那是出高端人口的地方，尤其是。 能当国家领导人的高端人口的地方，出来以后，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驱逐低端人口了。啊，我们刚才提到这位在北京打工的北大毕业生，他悲愤的说：“竭尽全力的活着，你却被叫做被称为低端人口。” 清华大学一位学者说：“一个国家内部这样赤裸裸的公然歧视一部分国民的说法，他没用公民啊，国民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人叫国民，他也可以叫公民，对不对？二战后，全世界都很少见。我觉得这位学者，他如果进一步延伸一下，举例来说明一下。” 二战以后，全世界大概据了解，至少有两个国家，对不对？一个是金太阳的国家，北朝鲜；另外一个国家是比它国土面积大很多很多很多的，有网友叫什么西朝鲜，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哎，有网友还爬书说，一百年以前有一位低端人士在北京，不过呢，他并没有遭到今天一百年以后的今天被驱逐的命运。话说此人是一九一八年，结合几个湖南青年到北京去。 他要商谈呢，到法国赴法勤工俭学。到北京以后呢，其中有一位决定留在国内。啊，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电视剧啊，说这个留在国内的原因啊，也总是一些高大上、高端人士的话语。不过他本人当时的确是一个按照今天的标准是一个低端人士。他留在国内呢，进行半工半读。啊，那么这就使得这个年轻人面临着什么？找工作。 糊口的问题，他打算在北大找一份差事，担任打扫教室的工作，啊、呃，也可以呢，所谓的一边工作还、啊、一边听课，勤工俭学到法国没去成，啊、呃，到北京倒是有勤工俭学的机会了。当时呢，北大流行雇佣工人，这个课后擦桌子啊，擦地板啊，这个还可以得到一些这个所谓的。 额外的好处，啊，这个年轻人回忆到，多年以后，这个他有一个这个刻骨铭心的经历。他这样说：“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哎，我们想起来，烧人的地方，可能一个房间最多也就是八个人。” 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啊！每逢要翻身，都预先要警告身边的人啊。说他说呢，在北平花钱太多了，还借了大家很多的钱啊。当然，后来呢，也有他的这个老师啊，杨昌济先生帮他的忙啊。不过呢，他也并没有谋得什么好职业啊，只是呢。 啊、呃，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啊，就是机会好一点了，在图书馆里面赚了一点钱，每个月啊，这个数目还还不算少，是多少钱呢？是八块钱。大家想，八块钱是个什么概念？我检索了一下，当时的警察，北平的警察，一个月的工资就是八块钱，啊，应该说不算太低了。不过当时呢。 尊师重教，特别重视教育。教授的工资一个月是两百块。那么，因此，如果从收入上来讲，他可能感觉到他的这个地位非常低下啊，人们呢也会躲着他。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没有被人强行驱逐出北京。 尤其是在二零一七年的冬天，这是什么样的心肠，什么样的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事来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刚才讲那个小故事，如果当时这位高，哎呀，这位低端人才被驱逐出北京。 后果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不能想象，或者是被灭了，或者是在大火当中出现问题了。啊、哎，有网友说：“那那那那，那那也许中国历史会重写了。”你不用说，也许，那必须的，中国人中国人民也不至于遭那么多罪啊。 那么至于北京所谓的清理低端人口，它背后到底隐藏什么秘密？我觉得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哎呀，其中有一样我感到内心非常沉痛：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被驱赶，他们被像温柔的绵羊一样被驱赶。 但是呢，并没有出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画面，是什么原因？实际上，是中共开国建政以后长期进行奴化教育的结果。我觉得这一点必须要指出。如果全国所谓的一些高端城市进一步学习北京，比如像上海啊、天津啊、广州啊、深圳等等。 啊，重庆这些高大上的城市都学习北京，那么是不是一夜之间，特别是到明年两会以后，全国能够形成一个政策？一夜之间，这个某一个大国领袖他要消灭贫困人口的这个目标就能够提前而实现呢？不用三两年，也不用五年，把他们赶跑就是了。 会不会继而？采取灭口手段呢？我想呢，这个大国之君啊，他的头脑真的太简单了。诸位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啊，有人说是什么领导人也是伟人也，但不管怎么说，大家看，主宰一个国家国运的。 他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什么草民，是这十四亿老百姓。你今天中国政府，特别是北京政府这样残酷、这样残暴、这样冷血的对待老百姓，你有没有想到老百姓一旦揭竿而起，你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在我们国家，你不用说古代。 稍微查一查《经史典籍》，就知道“首都”它的本来含义应当是一个国家的什么“首善之地”，它是汇集这个国家善业的地方，而不是作恶、做坏事的。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有网友提到，比如说像那个伦敦。 啊、哎，你如果在这个伦敦租了房子，这个英国人呢，冬天都不能够把那个房客赶出去。为什么呢？外面太冷了。那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人，他有没有想到这些拖家带口的，尤其是小孩子们，他们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根本就没想到过，他们所想的。 只是顾上官，唯上命是从。大国领袖所讲的，他心中牵挂的困难群众，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人权、什么民权、什么公民的权利。怎么样依法治国、啊？怎么样想的困难群众？我看这个大国领袖啊。 我就不再点评了。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大国领袖加上蔡奇先生，他如果开放了他的啊国内用的叫什么啊、呃、微信啊、微博啊，还有叫什么博客等等，他讲出一句话来，如果可以让人们自由的发言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下面的评论。 会是什么样子？不过，这个大国之间，包括北京市政府，他们据说这样做的目的，竟然是为人民服务。扎针是为人民服务，烧人是为人民服务，驱逐人民也是为人民服务。关键问题是你干了这些坏事之后。 还不让人说话，三铁居然也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什么样的政府啊？这是什么样的政权、啊？其心之歹毒，无一复加。也难怪世界各国的媒体对此一致批评，不管传统上。 稍微左的、中的、右的，都难以容忍。你想一想，对幼儿园的孩子扎针，这如果在其他国家，如果在美国，你敢对一个小孩动任何手脚，那我借一句话来讲，那那你死定了，你玩完了。你敢驱逐所谓的你自己口中讲的低端人口，那你就完蛋了。 你做什么主席，做什么总书记，做什么啊总统，都立刻会被弹劾的。你干不成，啊，还在那地方，这个自鸣得意的，跟人讲，你看，我一天到晚想着困难群众，这下子把困难群众赶跑了，眼不见为净了，好了，自欺欺人。 还是你宽衣去吧。我不知道这种大国领袖他怎么样来治理一个国家。这个有人说，造成这种目前混乱局面的原因，是这个政府与公众之间缺乏必要的尊重和这个相互信任。就政府而言，他可能担心民众。 对其所谓的心怀不轨、信谣传谣，但是呢，老百姓更担心政府搞阴谋、搞黑幕，以强权压人，并不相信政府能够依法办事、能够秉公办事、能够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哎，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是这个何三畏先生写的，他说。 文章题目是这样的，叫“高端人口最低级，低端人口最高贵”。我们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什么人曾经讲到过、啊？有点耳熟啊！毛泽东先生曾经提到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也就是说，如果换， 从今天的话来说，低端人口最高贵，高端人口最低级。什么是高端人口？何先生讲到：“哎呀，我也不知道，也没见过什么是高端人口。但是凭想象，应当是有权将别人命名为低端人口的那些畜生，他会自以为自己是高端人口。” 说他是畜生，简直是侮辱了畜生，连畜生都不如。啊，我们权切。就是用他们自己的口，把他们叫做所谓的高端人口。哎呀，这样中国的高端人口，大家看一看，他怎么高端了？首先是犯罪率无比的高，道国的本领无比的强。 妻妾比别人多，国外的存款那多都多了去了，是吧？一般老百姓哪有本事在国外存款呢？他们的子女往国外送，计划生育的时候也拦不住，也拦不住他们，可以有私生子啊，可以换个名字，换个姓啊，这就是高端人口所做的。 高端人口的行径，他们吸取了，一天到晚从低端人口那边吸收民脂民膏，然后把钱藏起来。如果自己国家藏不下，就往国外藏，还口口声声的让这个国家的人民爱他，听他的话。 爱这个组织，爱这个政权，你当人民傻？啊？你还别说、啊，他长期以来处于这种虚妄的权力狂想症中，他真的以为人民真傻了。实际上不是人民傻，倒是这些所谓的领导人。 所谓的道国集团，他们本身傻，一点都不假。他们本身是低端人口，是渣子。这个别的不说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跟这个高处于高端人口顶端的那七个人相相面。 啊，你可以看一看那个曾国藩先生做的那个兵谏，给他削下面，挨个挨个的看一看，给他们诊断诊断，把把脉，是不是真正的高端人口？啊，这个何三位先生对高端人口呢，他有一个定义，他说归纳一下，中国高端人口，那么如果给出一个答案。 怎么来定义呢？说，无论是按照天上人间的法律，都必须采用毛泽东当年的定义，加上新时代的精神，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当中，就是中国的所谓的高端人口，就是一帮道德败坏、违法乱纪、交涉隐逸、欺骗诚信、恃强凌弱、祸害国家、祸害人民的低端狗杂种。 天呐，低端人类！如果说低端人口最高贵，怎么理解呢？高端人口他之所以有高端的命运，他主要是依赖低端人口对他们的默默的、无私的、长期的奉献，把他们养起来的。当然。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低端人口所形成的这种奴性，也是高端人口长期以来他所设定的圈套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么一套制度，使得你忘记了抗争，忘记了政治参与。 忘记了血仇游戏，自认为有可能啊，有可能自认为所谓的低人一等。中国人讲叫什么叫认命那么这种命，结合你的什么所谓的土地政策、户籍政策，牢牢的把一些农民工啊困在社会的底层，使农民工监狱呼吸视听。 永远的为所谓的高端人口做贡献啊！永远的为这些高端人口派出的被这些高端人口派出的党卫军、警察、公检法师驱逐，什么首善之地啊？我看不要叫什么首善之地了，首恶之地。 那里面是党棍、党鞭、罪犯、法西斯、党卫军的冤素老百姓想在那里面谋口生，像北京话讲什么混个脚口，都很难。所以说，不要对他在抱有什么希望啊！你看那个网上这幅照片贴的，对不对？这个党卫军啊，跟那个什么北京的。 拆迁队的那个人员多么像啊！他们是不是连摆的这个 pose 都有点像？不过，党卫军后面那个环境没有拆迁那个环境那么恶劣。哎、啊，一想到这个北京的这个环境，尤其是空气质量，我说实话，我记得在国内教书的时候，每年，啊、一到这个冬天啊，一旦有这个北京的北京一些高校、一些科研单位的这个学者请我们去开会，我们呢。 呃，很多人，很多学者，都会这个怎么说呢？婉言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享受不起那么一个高端城市所能提供给高端人口所呼吸的高端空气啊！一下北京的那个飞机，到冬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两个鼻孔像是接通了那个叫什么？ 汽车的那个尾气管，真的受不了。你打个的，对不对？出租车司机说：“如果这个能见度能够达到五十公尺、五十米，那就已经不错了。”大家看一看，这就是高端人口领导的首善之地。这就是高端人口带着党卫军。 把人民，把所谓的底层人民、低收入群体赶出去的地方，我的天哪！真的不知道这些人脑袋怎么想的。如果这样判断的话，我觉得这些高端人口他们的这个头脑当中，恐怕怎么说呢？怎么描述呢？他们恐怕。 连自己也想着自己一个，自己是一个残酷无情、反人道主义的一个一个的恶棍。他的有没有想？我们看那个比我们比如说以美国为例，美国它没有什么的那个没有什么户口政策。那么凡是来美国当地居住的人，你的孩子就无条件的。 有到当地的学校读书的权利，也不需要交什么赞助费，对吧？你只要有证明你在什么地方住就可以了，就可以到那个学校去读去读书。在首山时地，在北京，有多少农民工的孩子流离失所啊？别说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即便是那些所谓的、啊，我们叫什么？除了高端、低端，还有一个叫什么？ 中端、中上端那些人士的孩子，一个月可以交五千块人民币的，家长们把孩子送到红蓝黄学校里面去，怎么样？去享受那个针眼，还要被注射不明液体，还要被叔叔阿姨教什么火山运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觉得，即便是魔鬼，听说这种国家，魔鬼都要害怕。魔鬼恐怕感觉到天哪，见到了阎王了，真的没办法跟这些人相比。哎，一想起来这些事情，我的心里就无比的难过。你想一想，那些孩子，他们遭的罪，不光是幼儿园的孩子，对不对？ 农民工的孩子在那地方只能读小学、读初中，高中就不能读了，被赶到这个其他地方，赶到赶回老家，再去这个读高中、考大学，那比生活在北京的人，所谓的有北京户口的人，他们考大学能难上多少倍？一个大国领袖不还说吗？要做到公平正义。 我的天哪！你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也不长脑筋啊？你做出这种令人所不齿的事情来，还竟然说公平正义，还竟然说你心里始终想着困难群众，还说什么有有一条被子还要拿出半条来给人家盖。那么，街上被驱逐的民工们。 你看，在那么冷的地方，在花园里面，在街道旁，衣不蔽体，你的被子呢？到哪里去了？你这种高端人口说出话来，有什么公信力？让人民怎么样相信你、啊？ 那些居住在啊，类似于像那个什么聚福园公寓的这些人，他们所遭的罪，被赶跑，房子玻璃被砸烂，人被强行的拖走。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出这种事来？造成这些人无处藏身，无处逃遁。 为这个城市，有的贡献了几十年，奉献了几十年，最后落了个无处长生。这里有没有想想，这种历史，它总是在不同不断的这个重演。在中共开国建政以后，这种情形，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那么，当我们看外媒，啊，包括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来批评、批判北京市政府的时候，哎，他非但无意停止所谓的清理低端人口的这个活动，反而加速了动作，更有甚者。 我最近一两天想联系河北省某一个地方，愿意为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提供三个月住处的这么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结果呢，这位老板的助手告诉我，那邱先生，很抱歉，我们不能接受外面采访。 我想肯定是受到了压力，不敢接受外面采访。这些所谓的高端人口自己不干好事，还反而阻止别人干好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想一想，他还是可以叫做所谓的这个高端人口吗？ No, I will say no. 根本就不是。啊，哎呀，看到这个网上还有爆料说，一个政府领导说，这个十一月底要赶走数十万人说什么呢？让谁滚蛋，谁就得滚蛋。 我的天哪，到底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你有什么样的依靠？能说出这种话来，让人滚，人家就必须要滚。那么，一旦这些你们口中这个高所谓的高端人口口中所谓的这些低端人口他们一旦， 苏醒过来，清醒过来，揭竿而起，把你们这些所谓的高端人口再驱逐出北京，你们是会怎么想？当然，有网友说：“哎，他们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孩子等等，早就到国外去了。”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尤其是媒体所提到的。 这一次北京的活动，是新一轮的北京排华辱华事件，还有人把它叫什么？叫做“黄俄”，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什么意思。三姓家奴排华辱华事件。 唉，这些人排华辱华，还非常自信，还非常傲慢。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权力在他的手中，他有了这个权力就为所欲为，甚至他还可以说要把这个权力放在笼子里，这也是他为所欲为。放在什么笼子里啊？胡说八道。 还什么老虎苍蝇一起打？自己本来就是母老虎，这个制度本来就是一个生产老虎的制度，你怎么打？那么你这样清理低端人口，你的理由何在？你能说得过去吗？你到底怎么解释啊？我看也不用多说。 有一位中共前总书记赵子阳先生的政治秘书，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是谁，暴老。他发推文指出，说低端人口就是无产者，他们就是那些饥寒交迫的奴隶，啊，他们就是《共产党宣言》和《国际歌》的主人。 现在他们数十万扶老携幼，正在寒风彻骨的冬天被驱逐出北京，这是有史以来针对无产者的最大的暴政，这是大暴政。高端领导人正在走，正在钻低端人的政，这就是新时代的所谓的初心，以及。 其治国理念，啊、我觉得鲍老他讲那个话，实际上已经点的很清楚了。这是什么？这种所谓的高端人口驱逐低端人口的行为，就是赤裸裸的暴政！暴政还是暴政！ 其他一些都是谎言，这是事情的本质。好，诸位民警火拍的观众、听众、网友、推友，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民警火拍时事评说栏目，非常感谢，再见。